整个地球真的是在告急喽，这是水深火热的，用这样来形容，时时都会跟大家说要戒慎虔诚，大乾坤啊威力之大，但是跟人的内心的那一念绝对绝对啊是有关点在，不管是内心自身还有身外的人事物，还有人事物之外的大乾坤大环境啊，这都是回归回来跟自己的起心动念的那一念心都是连贯在一起，就是要有这样的连贯在一起，才能真正的把生命的大力用在人间，才真是有价值啦。好，这一大堆一连串的从微小的起点到大乾坤又再回到了一个人的心念是否包含的太大呢？的确我们需要呢关怀天下，因为天下以每个人的我都息息有关啊。所以我常常说着人与天地啦是共生息，天地之间我们同样生在这一块土地上啊，同一片土地同一片的虚空啊，这样的气候这样的气啊已经笼罩在整个地球里，不能不戒慎，不能不虔诚。这种气火真正的就把它笼罩起来。我们真的不是杞人忧天，是我们真实的要警惕，人人警惕，有警惕的人才能呢忏悔，有忏悔心的人啊才能生活提高警觉。我们还是要守好自己的本分，提高警觉，周围生活要知道如何呢无伤于生命，我们要如何呢才是都是在保护呢生命啊平安，这叫做尊重生命爱。因为我们时时要念着感恩啊，感恩我们生活能在这样的平安，平安不是没有因缘，受灾难也不是没有因果关，所以大家呢真正的要了解善因缘啊，
从善如流，这种很善的，这都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人人呢要顺顺畅畅。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真能开路，让人人呢开出了该走的一条平安的路，我们要开辟出了人人从善如流的菩萨道。明年环保30周年，这里慈济已经呢做到行，已经跨过了知，跨过了事，而且已经身体力行了30年，所以感觉到说我们要做的是坐在一防在未来。那你当中啊无启动，好，这当中可能更不堪设想。现在已经提升到联合国在呼吁，不只是有形的呼吁，大地的粪所何用，现在同时也呼吁到了人体的粪所佛用，大概啦人人如数。慈济几年前一直在推动一人一树，一要推的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餐如数，数是是人的生活，不是同一众生的生活。众生人物动物，这是人吞噬动物，这都是众生，亲像鸟甲鸟鼠。所以呢，好甲其他的生灵，我们呢不要，我们真正的身体的健康是来自于五谷杂粮，我们要培养好五谷杂粮。我们人人有五谷杂粮的习惯，才会让出很多的土地，干净的土地来种五谷杂粮。啊，那无吼，真正人口已经呢是占了大片的土地。现在的人口很着迷，还要呢去大处住豪华的房屋，这土地爱用多少，还要呢饲养动物，每一天杀掉2亿多的动物来供应70多亿人口，爱用偌大的土地，土地受到的污染又会多大？人已经呢在污染大地了，在多了每一天人的个根归回，哎，污染。总而言之呢，好好的想一想，推，赶快推动，及时推动，这才是能减少啊这个碳，那种污浊的污染，让我们的地球不要呢那样的污浊不断地的滚。看看那那些台风警报都会有一压气压，这种气压高低压这样的很复杂去
搅拌在一起，我们要干净，那就不会那样的密集的，而且结果一汇合起来强的呢，像这一回的日本水轰之强啊，天文地理啊，这都是我们呢细心用心，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秒钟的身边分寸里，所以要请大家人人要多用心啊。